K11 妙思人呢个商场咧，如果你要用一个最简单嘅方法嚟形容嘅话，我会称之为破格嘅。嗱，开业咗年几啦，直到今日，佢依然喺我眼中系一个可以买嘢嘅艺术馆，一个最接近酒店级数设施嘅商场。今日嚟就唔系讲妙思雅嘅，而嚟试下传说中贵绝全港每位盛惠1688元嘅下午茶系点嘅一回事。都开业咗咁耐啦，妙思雅呢个 lounge 依然系一位难求啊 ！Weekend 如果唔 book 位嘅话，都咪使知有得获见。咁呢个贵绝全港嘅下午茶咧，老实讲，我初头以为系啲机密嘢嚟嘅，以为系啲商场啱开幕冇耐嘅期间限定之类嘅嘢咁样啦。所以上年个推出嗰时咧，我就冇去食。原来隔咗成年都仲喺度，我都真系几好奇系凭乜嘢收呢个价钱，同埋更加好奇嘅系坐喺个咁嘈嘅地方食嘢会 enjoy 到个过程嘅咩？点解每次经过见到都近乎系 full house 嘅咧咁样？所以今次我抱住一个猎奇嘅心态嚟见识一下嘅。我谂先嚟讲下环境先啦。嗱，呢个中庭就位于商场地下嘅最当眼处，有得睇正个扶手梯嘅隔篱，所以系好热闹嘅。嘈呢方面咧，老实讲冇我想象中咁嘈，可能因为今日系平日啦 ，weekend 嗰时人多，应该就唔同讲法嘅。嗱，坐呢度咧，你要忍受人来人往，但视觉上系最一流嘅，因为一眼望上去就直接望到7层楼高嘅天花，同埋沿途好似老树盘根一样咩嘅走廊设计。呢个绝对系一个极大嘅卖点啊！全香港冇一个下午茶能够俾到一个咁样嘅视觉冲击俾你。咁但你都唔会话全程恶高头食嘢噶嘛，所以爽得爽几分钟啊啫。而环境嘅嘈吵咧，始终都系个扣分位。我谂好多人都会联想到置地广场中庭嗰个 cafe 嘅，但两者我觉得系有几大分别嘅。嗱，置地商场系因为个天幕够大，透光好，同埋离地唔高啦，所以成个置地广场入面都好光猛。同埋置地 cafe 佢唔喺地下，亦都唔近啲人流最多嘅通道位咁样，所以佢能够做到身处商场个 spotlight 呢个作用，但系喺度食嘢嘅话咧，又唔会觉得好滋扰咁样。好啦，咁望翻翻嚟，你就明噶啦。一句讲晒暗啊，甚至有啲人觉得喺妙思雅行街咧唔系咁舒服，因为商场有啲阴森，有啲唔聚财。嗱，咁我又觉得用阴森嚟形容咧就太夸张啦。但系暗真系一缺点嚟嘅，明明你喺正海边，兼且有无遮挡嘅海景，采光应该完全唔成问题噶嘛。嗱，我反而觉得如果二楼个大波波佢唔做展览而变成一间餐厅嘅话咧，咁成个效果应该好好多，个 wow factor 会更加大，亦都冇咗地下嗰种嘅嘈啊。好啦，咁睇翻餐牌先。嗱，呢度有正常版本嘅下午茶嘅，就系748元两位。嗱，其实单单以呢个价钱嚟讲咧，都已经系全香港数一数二贵嘅下午茶噶啦。有冇食过呢份下午茶嘅朋友，可以喺留言嗰度分享一下，你觉得个感觉系点样？好啦，咁呢边咧就系每位1688嘅下午茶，每位1688，即系两位咧就要3300几噶啦，系一般下午茶嘅五倍价钱。咁呢个下午茶嘅最后嘅卖点咧就系佢系悬浮住咁样挂喺度嘅，而呢度佢唔系每张台都有个钩噶嘛，所以我哋落咗单之后咧，即系好贴心咁啊，帮我哋转咗去啱啱 free 出嚟有钩嗰啲台啊，就喺正棵树嘅下面。嗱，呢个 setting 几正嘅，咁呢个迟下再讲啦。咁除咗 T set 之外咧，呢度都有其他选择，涵盖嘅种类都几广泛嘅，例如话有西式啦、中式啦、日式啦、东南亚风味都有，价钱都算系进取嘅，但就冇好似个下午茶咁系离晒地咁贵啦。因为毕竟呢度都系一个酒店级嘅商场，所以酒店级嘅定价咧，一样都系客似云来。嗱，佢有啲特别啲嘅，例如系呢个望落好哗众取宠嘅黑松露焗猪扒饭。是不是很好奇凭乜嘢收218元呢？我都想知道，所以嗌咗一份，然后就嗌多一份甜品，就是这个望落好吸引的炮谷山咁样。我谂嚟睇下呢个坚尼地下午茶是咩一回事啦。首先上嘅是鱼子酱，呢度有 10g 嘅 Beluga Caviar。嗱，今次鱼子酱就唔系啲依附喺主菜上面，作为一个画龙点睛嘅配角咁啦，佢本身就是主角嘅 ，present 得好靓，好得睇。另外个碟咧就系装啲蛋碎同埋洋葱，仲有4件嘅 blini 薄饼，同埋一支牙膏造型嘅 sour cream。
鱼子酱是一样挺封建游人的美食的，如果讲究起来的话，其实正统的鱼子酱指的是里海和黑海的沉鱼卵，当中有三个品种的卵被认为是品质最高的，那 Beluga 就是其中一样啦。漂亮的鱼子酱它本身的油润和咸香已经很突出了，需要用中性的蛋和少少吊味的香甜洋葱碎末谷一谷浸味已经很够了。 Blini 薄饼是一样斯拉夫民族的传统美食，它和米色 pancake 是挺似的样子，但 pancake 的习惯是甜食，倒一些枫糖浆或者果酱下去之类，而 Blini 就是咸食的，不一定是放鱼子酱的，你可以放火腿啊、芝士啊、烟熏三文鱼这些上去都可以。而这支 sour cream 呢，如果你支少少下去的话呢，可以用来黏住蛋上洋葱，等它不要周围跌下去这样啦。它本身就没有很抢味这样的，跟其他食材都挺合得来。那这个前菜就是 10g 的鱼子酱这样啦，分量不多，但少食多滋味，很正的。三层层架的下午茶都算是一个最正路的 present 方法。这里的卖点就是将它挂在一个金色的勾勾上，用一个悬挂的形式来衬它离地的身价。平时的下午茶我们通常会由最底食起的嘛，今次呢我们的咸点就放在最上和最底的格，而最后的甜品就放在中间那里。吃完鱼子酱之后呢，职员就在层架的最上方拎一粒松露，在我们两个碟上刨了不少鲜刨松露片，所以整餐下午茶都隐约闻到它散发出来的香味，这样又是一个挺独特的增添胃口的方法。而 tea set 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缓慢自转的状态，整餐饭都是这样的。它是有两款下午茶，一平一贵的，两者都是用这个悬浮层架的，那又真的挺有揭秘的，因为你每次拎嘢之前都要扶实个层架才拎得。啱啦，先嚟试下份龙虾先啦。嗱，佢系圆条拆肉，用串烧形式咁嚟上啦，个壳就放咗喺隔篱做半碟。龙虾串烧，啖啖肉，食落系爽脆嘅，佢只系好轻微咁烧一烧个表面，仲保留翻啲虾肉个汁咁样，用少少嘅香茅嚟吊味，唔差嘅，系个份量少嗰啲啫。跟住呢件金光闪闪嘅系日本和牛啊，佢外表俾金箔包住，仿佛岩板上面咁样。我自己对于金箔入盏呢个做法系几反感嘅，用好少金箔或龙点睛咧，我觉得OK， 但如果用成块好似包礼物咁包住咧，我觉得有少少 too much， 即系过犹不及啦。其实咁样系冇提升到个和牛个 level， 似乎只系反而拖低咗个层次咁嘅啫。咁和牛本身就唔使多形容噶啦，一切开见到呢个嫩红色都觉得好正噶啦，脂香感相当丰盈，能够表面又煎到香口嘅。内层仲好腍，好有肉汁，系冇谂过食下午茶会有成件和牛扒俾你喺度锯咁样，都真系几过分。好啦，咁下层嘅咸点咧就食完噶啦。喺食甜品之前咧，我哋咪嗌咗一个另一个主菜嘅，就系呢个218蚊嘅焗猪扒饭啦。呢、这个通常喺茶记或者快餐店出现嘅饭咧，就40-50蚊左右一份啦，贵咗4倍，到底个味道会唔会有好大分别呢？我觉得它真的没有一般的快餐店那种死咸和乱咁加茄汁那种咁重口味啦，个汁食落是不漏的，酸酸甜甜咁几开胃，而个炒饭底都几干身，有好轻微的菇味咁样，但个主角猪扒呢就完全冇特别，冇特别香啦，冇特别嫩啦，冇特别多汁啦，就是一块稍微偏干的焗猪咁样。咁啊，加啲鲜刨松露喺面咧，其实系冇令到个饭脱胎换骨咗嘅，只不过系一个稍微比平时好食咗啲嘅焗猪嘅啫。个松饼新鲜出炉啊，啱上台就即刻食，新鲜系佢最大嘅优点，亦都系佢唯一嘅优点啦。热辣辣，所以够晒松软，但个松饼本身个奶香味不足噶，嗱呢个系后天不论你搽几多 cream 落去都弥补唔到噶啦。咁佢嗰两款果酱都高质嘅，果香十足，甜而唔溜。不过可惜系个松饼本身咧寡咗啲。咁继续翻嚟食翻个 tea set 嘅咸点部分啦。嗱，个顶层嘅咸点咧有一份系鲍鱼嚟嘅，呢份鲍鱼几有嚼头，下面咧有层海带薄脆嚟衬托住咁样啦，面头再加少少香草咁样，食落几清新嘅。咁而咸点部分嘅最后一样咧就系呢一个松露 risotto。是啊，它是 risotto 来的，但是捏成一块松露的造型。
嗱，呢个 T 恤啲咸点造型咧，全部都好有诚意。呢件嘅卖相都唔差嘅，系个味道有啲失望啫。首先系啲饭咧冻嘅，即或者话系失温啦咁样，调味用得比较少，似乎就系单靠佢外层嘅嗰层松露粉嚟撑住调味咁嘅啫。但食落就唔够香啊，就好似有一个少少松露味嘅冻咗嘅饭团咁嘅样啦，其实系麻麻地嘅啫。咁最后就系中间呢层嘅甜品环节啦。嗱，将个结论放喺前面就系、是、嗱，其实咁系有啲难免虎头蛇尾嘅感觉嘅，因为咸点个牌面好靓，又龙虾，又黄牛，又松露，又鲍鱼咁样。嚟到甜品部分咧，难免会觉得寡咗唔少，但个质素咧其实都唔差嘅。呢一片片嘅士多啤梨朱古力咧，佢冇平时嗰啲白朱古力咁甜啦，亦都绝对唔系嗰啲好多劣质出品嗰种药水味咁样。呢个食落一啲都唔假啊，少少酸又几有嚼头咁样。呢、这个 burger 造型咧，真系要一赞。个甜品师傅好有心机咁样解开粒 macaron 嚟做汉堡，而块扒咧就系份鸭肝酱嚟嘅，入面再加一啲梅果嚟解漏咁样啦。有姿势有实际，几好食嘅呢个真系。咁而呢杯咧就系一个士多啤梨嘅 yogurt， 入面有果肉，中间仲有啲朱古力脆脆咁啦，味道平衡得几好嘅，唔会过酸。其他嗰啲甜品我就唔详细讲啦，卖相同味道属于中规中矩嘅水平，冇留低咩深刻嘅印象，但起码唔难食，个味道亦都唔哗众取宠。咁个 T set 嘅最后就呢粒 K11 Milsier 造型嘅朱古力咁样啦，卖相好精致啊，外层系个黑朱古力，而内层咧有少少淡淡嘅嗰啲陈皮味咁样，好创新嘅同时又几有香港特色嘅。黑朱古力味是偏浓，如果你不专心吃过，未必一下吃得出那种若隐若现的陈皮香，这个挺有惊喜。这个刚一路吃那次一路心挂挂的炮谷山，不知道上台是什么样子，来到都真的没失望的。师傅在上台之后再磨点岩盐下去，吃起来更野味一点。这个只是用了一个单一食材，就是粟米去做的甜品，但我层次是一点都不单调的。嗱，佢內層係粟米雪糕啦，咁就被外層嘅星球炮谷完全鋪滿咗，表面再淋咗啲粟米醬咁樣，最後咧再加少岩鹽嚟平衡一下個甜度。嗱，佢啲炮谷係黐喺雪糕上面啦，但都冇因為咁而淋曬，入口仲好脆嘅。個雪糕好綿滑，好夠奶香。原本以為成座山咁樣一定係空心噶啦，但點知成座嘢都係實心嘅雪糕，好足料，有排食嘅呢個。198元呢份炮谷山有惊喜，系有姿势有实际，今餐最满意就系呢一份噶啦。咁至于份下午茶咧，嗱佢都好食嘅，但当然唔系1600元嗰种程度嘅好食啦。但起码佢十几样糕点，每一样炒车，亦都每一样话味道食落好怪啊，调味好异常啊咁样。大部分都系中上水平，而咸点部分嘅用料咧，都的确系矜贵嘅。我谂住嚟睇下张单啦。嗱，个单人份量下午茶1688，松露焗猪218，炮谷山198，连加一就一共系2314。用餐体验比我想象中仲要好。嗱，我开头话呢度系最接近酒店级数嘅商场啦，佢哋服务水平都证明咗呢度嘅员工质素咧，的确系超班嘅。我谂全香港冇第二个商场能够比得上啊！坐喺棵树下面，抬头就望到一个咁有科幻感嘅设计。个体验系好特别嘅，而食完呢套贵绝全港嘅下午茶咧，我想用呢个比喻嚟形容一下成个感觉，就系、是、你有冇见过啲健身发烧友咧，佢狂操上身，操到劲大只，成只 Hulk 咁样，但佢就唔花时间喺下身嗰度，所以佢下面只脚咧就好似啲文青男孩咁啊，筷子脚。嗱，咁样一个头重脚轻嘅比例咧，就系我对呢套下午茶嘅感觉啦。佢前面有beluga 魚子醬啦，有黃牛，有龍蝦，有松露，有鮑魚咁樣，呢啲都好食嘅，但全部都係鹹點。而一進入甜品部分咧，就好明顯係承接唔住啊，導致有一個比較大嘅落差。至於佢有鮮排和松露，又用金箔包住黃牛呢啲咁嘅排腸嘢，究竟係為咗滿足啲人打卡個面子，定係為咗證明1688位嘅下午茶係物有所值？定是为了呈现更加好味的食物，我想大家心里有数了。离地的价钱用一个离地的悬浮 present 手法，我都不知道说它这样是贴切好还是讽刺好。它是好吃的，但都是那句，它不是1600元那种好吃。
咁至于价钱嘅日价体现喺边度咧，就各花入各眼啦。因为始终奢侈品个价格定位咧，都系必然会脱离佢个实用性个框架噶啦。奢侈定位嘅套餐一样系咁。但讲翻转头，你会唔会喺呢个咁嘈吵嘅环境食呢个价位嘅下午茶嘅咧？好啦，咁今条片嚟呢度啦，有食过嘅朋友都不妨喺留言区度分享一下你对今次呢个下午茶个体验。中意呢条片嘅，记得赞好、分享、留言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我哋下条片再见。